把当头型的插住这样。18000里、哦。被告经本院审理之后呢，虽然认定有杀害袁景的行为，但是因为行为时有精神障碍，不能辨识和理解自己的行为，所以依刑法第49条规定判处无罪。鉴定医师已经严格把关，那依他的专业能力才做出这个结论。被告有长期就医的必要，那为降低被告再犯可能性，避免他反复发作而危害这个公共安全，所以本院依刑法第87条规定，令被告到相当处所施以监护，也就是强制就医。爸爸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今天的判决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能接受吗？不好意思，大哥，不好意思，辛苦你们了，不好意思。爸爸，你有感觉这届安尼破格这么公平个无？感觉做委屈无？那你把当初想的差就这样。18000里、啊，他拢讲18000里。不对啊！阿哥，你当我当当保安，你感觉？太离谱。